害我笑神。当我的世界弓箭会瞬移。游戏规则：玩家使用弓箭击中敌人，会和敌人互换位置。那今天我们服务器来了20多名观众，我们又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极限生存。哦，对了，麻烦各位看视频点一下关注吧，视频点赞过4444，火速更新下一期。我们的基业怎么有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？现在我直接去下矿洞去吧，我觉得在这边没有什么意思。先把铁挖掉啊！哇，这个铁，哎，怎么还有铁块呢？哎，我的天！哎，那这么说的话，这个钻石是不是也是可以这么无限刷啊？好，我们来试一下。好，打 ！Oh my god！ 挖一下钻石，8个钻石。哦，但是现在离开始的时间还有7分钟，我现在可以在这里可以进行一个无限附魔了。我把这个地方给它撸开啊，撸一个3×3的地方，我们来附魔。漂亮，然后这边的话当我的垃圾池，这是我的垃圾池啊，家里没有，你看还有岩浆，我去，觉得好像垃圾池啊。好，我们先做装备啊。好，这时候呢我们就要把这个8颗钻石啊要丢进去了。为什么要丢进去呢？因为它是个垃圾啊，我赶紧供啊。就得这么玩，就得这么玩。我的青金石，还有3分钟就要决赛圈了，手机还有20个电，坚持住，手机坚持住，青金石拿一下 ，OK， 哇，爽！我们继续附魔，击退的话没必要要啊，哎，火焰保护其实可以要一下的，还有1分钟啊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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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没有火焰附加呀？那死火焰附加一耶，风力哥，风力，哦，风力3，保护 ，no， 完蛋了，装备搞成这熊样，有点丢人呐。啊，我的剑放这边啊，我的力量5的剑，说射谁就射谁。哎呀，没射到。OK， 现在圈正在缩。Nice， 锋利，哦，呵呵，保护三，开始胸甲，弓箭，哎呀，来了，我去，怎么还给我铁套啊？哇，这个火焰附加的这个烧的很恶心啊，是不是家人们？哎，是你啊，走开！哎，你没火焰附加呀？这，咱俩互射好了啊，在这个地方，好吧，来吧。哇！对。Nice， come on！ 多血，他是不是快没血了？你在上面干嘛呢你？谢谢你的空宝，你别说，站得高那就是看得远，兄弟们。Nope。感谢老铁的空宝，谢谢老铁。走啊，我从这边走，我们先跑一跑。不着急。哦！太可怕了！No！ 哎呦去！哎呦，我去，我怎么在外面？你丫的！哦，我进去了！
No！ 哪个是外面啊？我这哎哪个是外面啊？这个我这个是里面啊？一丫的，进去吧给我。No， 这个人，你丫的，我刚才分不清楚哪个是外面，哪个是里面了。完了，这个圈会缩到两格，成两格的距离的。是。啊！完了，开始了！啊，安全一定要放到第一位啊！哎，起来！哎，完了！哪里摔下去啊？兄弟，咱俩再不走都得死啊！能不能别打了？停了 ，nice， 停了 ，OK， 我来喽，来喽，这水对我来说太有力了，来，哦 ，nice， 他冒炸了，我现在这个游戏里面的最高点，兄弟们。我去，你回来了 ？No， 卡他脚也行。哎，对。哇，我找到一个好的位置卡他就好了。哦，没了，应该是没了。OK， 没了，GG。还有一个，有伤已关。哎呦，我去，这么狠！哦，我卡了脚，卡了脚，他暴击打我。关键时刻，小神还不忘记修复一下稿子，哭了家人们。那，我按右键去了，我想拿弓箭射他换个位置呢，结果我自己按右键去了，伤害太恐怖了。兄弟们，这就是我们的今天的内容啊，非常的 nice 啊。好的，感谢各位的收看，那喜欢看我们的视频的话，不要忘记关注，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，拜。嗨。